嗨，大家好，我是妹，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 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组在家里就可以完成的30分钟含有上下半身以及核心的完整无器材训练。那这组训练的强度会稍微有点高，并带有一些跳跃。那如果你准备好的话，就跟着我开练吧。这组运动呢，含有完整的暖身、正式组的训练以及最后的收操。跟着我来到瑜伽垫上，开始我们第一个暖身动作。先从平板往前跨步蹲，接着扭身换脚，跨步蹲的时候重心下压，让我们髋关节完整的活动到，接着视线往手部延伸的方向打开我们的胸背。下一个动作往前跳，接着做一个下犬式。提动我们的核心，你也会感觉到手臂支撑的力气。再一个。那接下来我们用我们的手去扣着我们的脚趾，做一个前弯，屁股向后推，重复这个动作。在下方的时候，两脚的膝盖打开，感受到髋关节的伸展。接着跟着我做抬膝跳30秒的时间，手脚快速的摆动。待会正式组的第一个动作，我们先从后跨步蹲，接着做一个转体，两脚站稳之后往后跨步下蹲，接着用我们的手肘去碰我们的膝盖，站稳之后扭转的时候吐气，运用到我们侧腹肌的力量。抓到我们的重心，再做扭转的动作。很好，最后5秒，4、3、2、1。下一个动作，触地的深蹲跳，轮流的触碰地板，并做个深蹲跳，两脚打开，接着跳起的时候合拢，保持你的呼吸节奏。跳起的时候使用到臀腿的力量，不要慢下来，加油！最后的10秒了，3、2、1，非常棒！相信你已经有暖身到的感觉了。下一个动作，轮流的相扑停顿深蹲，先往右前跨一大步，接着做相扑的停顿深蹲，在低点顿个2下，接着换边。相扑深蹲的占据是比较大的，
你会更感觉到我们的臀肌以及大腿的内收肌群。完整的停顿，接着换边。3 2 1，休息一下。接着是彩虹跨步蹲的变化型，先给我一个跨步蹲的站姿。跨步蹲起来之后，脚微微的一抬，往侧后踩稳之后，接着再做一个跨步蹲。往侧后的时候，可以更感觉到我们的侧臀肌，前脚的大腿前侧会开始酸。加油！5 4 3 2 1，下一个动作一样维持刚刚的脚，我们要做的是伐木跨步蹲，停留在刚刚跨步蹲的姿势，做一个伐木的动作，由上方两手合拢，往我们的侧方去做快速的挥动。我们的重心都是站稳的，扭转我们的上身，加油。想象你在砍杀敌人的头。4 3 2 1，喘息一会儿，我们直接换另外脚来进行咯。一样跨步蹲站稳之后，先往正后方做一个跨步蹲，脚抬起之后往侧后踩稳，往返这个动作。非常考验到核心平衡。最后的5秒了。喘口气，待会仍然是接伐木的跨步蹲。从上方往屁股的侧边大力的挥动，双脚停留在跨步蹲的姿势。坚持下去啊，最后5秒。下一个动作，深蹲与开合跳的结合。先给我一个窄站的深蹲，接着往外的跳开。
full of bitches, let her fill up on curves. No more words for you niggas, words, no more words. Got that paper out the dirt, kind of honey. 非常好，再给我两下。Words, no more words. Got a crib full of bitches, let her fill up on curves. No more words for you niggas, words, no more words. Got that paper out the dirt, kind of honey's wanna splurge. Your body on the curb, man, you better watch your words. And you better cup your girl, first you come up. 接下来给我一个侧跨步蹲。我们先从右脚开始。屁股向后推，另外一脚延伸。起身的时候，用我们的手肘去碰我们的右脚膝盖。一样是结合核心扭转的动作，重心的转移，核心会有一点点不稳，是正常的。多感受到屁股后推，运用到我们的侧臀肌。待会我们直接换另外一边来进行，左边的侧跨步蹲。扭转的时候大口的吐气。这也考验到手脚的协调。加油加油，坚持下去。下一个动作，怪兽行走，接着接一个深蹲跳，往前两步，往后两步，重心一直在下方，接着跳起。注意在行走的时候，膝盖不要有内夹的状况。跳起的时候，运用全身的力气跳。双腿开始痛苦了，坚持到最后一刻。好好的休息一会儿，30秒的休息时间。接着可以帮我来到瑜伽垫上。上半身以及核心的训练开始咯，我们先从瑜伽垫的一侧，接着用手爬到我们平板的位置，两手轮流的抬起，接着两脚轮流的抬起，爬回，吐气，往返这个动作。移动我们的手脚的时候，核心持续的出力。接下来给我一个熊式的平板。我们的大小腿呈现90度的直角，膝盖离地，我们的手轮流的碰对边的肩膀，接着向腹部做一个划船的动作。
我们的身体不要太多的歪斜，稳住我们的核心躯干，最后的十秒了。下一个动作是超人式，帮我趴卧在瑜伽垫上，做个超人式起身之后扭转的动作，左右侧的轮流扭转，先起身，用背部的力量扭转，看向另外一侧，抬起时两脚会微微的抬高是正常的，但是帮我专注在我们阔背肌的力气。待会我们还是停留在趴卧的姿势，上身微微的抬起，两手与身体的两侧做绕圈的动作，看似简单，但是你会感觉到你的后三角肌，也就是我们的肩膀后侧以及上背部的发力。不要急，稳稳的做绕圈的动作。不知不觉，你已经来到今天训练的57%。下一个动作会是跪姿伏地挺身的变化型。待会我们两手一伸，接着来到胸部两侧，让身体一直线的推起。推起的时候，运用到我们的胸肌以及手臂的力气。下一个动作，跪姿的钻石伏地挺身，我们两手的距离大约是刚刚的一半，下降到一半的距离即可推起，你会更感觉到手臂后侧的力量。专注在我们的手臂后侧以及胸肌的内侧，推的时候吐气。接下来给我一个平板，我们要做轮流的转体。稍微停在侧平板的姿势大约1到2秒，接着手肘落地换边，视线可以看向我们的手部。
I be switching numbers, yeah I did. Just another caller, switch it up. They be flipping thumbs up, yeah I know. Bumping like a Roomba. Looking down my name up in your phone, yeah. Picking up your fights and son, I'm home, yeah. Checkers, I be skipping over games. Money in the bag, they say you make the name. What's that excitement, why you acting calm? Would you believe me if you knew it's wrong? Couple of months, yeah, it's been so long. Couple green faces hanging out like palms. Swing a little, and I don't really wanna flaunt, but then 接下来做手撑的平板、蜘蛛平板以及交叉平板的变化型，一角做完之后再换另外一角。做蜘蛛平板的时候往同边的手肘靠近，交叉平板的时候往对边的手肘靠近。Yes, Lord, I be switching numbers, yeah, I did. Just another color, switch it up. They be flipping thumbs up, yeah, I know. 最后的8秒 Left unknown to get it right, cause soon you'll figure out. Send a text and we'll be on the go. When the beat is kicking good and my foot's been on the gas, call it tune and we be headed to the show. Teenage in the group is the 加油 She called me a lot, can I bring your roommate out? She just said I'll be headed on out. Getting bad legs, but the head. 支撑的手可能会开始有一点酸，肚子持续的收缩。不要慢下来，加速加速。倒数五、四、三、二、一。It's been a day, stressing out like crazy. Just wanna be lazy with my girls. It's been a day, we gonna get wavy. 下一个动作，仰卧在我们的瑜伽垫上，做单脚的臀桥。一脚抬高，另外一脚站稳，用臀部将我们的身体抬起一直线，停留在上方，接着慢慢的屁股下降。主要你会感觉到我们站立脚下方的臀肌。推起的时候多紧缩我们的臀部，待会最后一下帮我停留在高点十秒， hold 在那边，不要下沉，持续的抬高，休息一会儿。直接换同一侧，我们要做侧抬臀，一样是刚刚站立脚在下方，用我们侧腹力量将我们臀部抬高，接着在上方停留，慢慢的下降，下方脚的臀部会非常的有感。最后一下，我们停留在高点十秒的时间，持续的 hold 住，不下沉。三、二、一，很好。我们还有另外一脚要进行哦。用下方支撑的脚将臀部推高，慢慢的下降。
your soul, trying to find love in the city of gold. Chic as fuck, they, oh my god, killing me to death when I see those eyes. Running till I find that face that drives me in with the body that shape. Fine and curvy, but slightly dirty. Confining now, but I'm on the journey. Glamorous with the fashion sense of a goddess. She a bad bitch with the finest hottest. 最后三、二、一，停留在高点十秒钟。三、二、一，很好。臀部有尖叫的感觉。倒数五秒，进入到我们的侧抬臀。将身体抬起，同时运用到臀部的力量，一脚顺势的打开，停留一到两秒之后，慢慢的下降，再给我两个，最后一下，停留在高点十秒钟。啊，不放弃，二，一，很好，休息三十秒的时间，待会进入最后的核心部分。首先仰躺在瑜伽垫上，给我一个反向卷腹，接着做抬脚的动作。卷腹的时候，让我们的膝盖靠近胸部，接着两脚抬高，缓缓的下降。抬高的时候可以让屁股稍微的离地，上腹会更加的有感。接着不休息，做轮流的左右卷腹三十秒。最后五秒，下一个动作一样不休息，仰卧的轮流卷腹，用我们的手碰对边的脚，碰脚的时候扭转我们的上身，你会更感觉到我们的侧腹肌。很快的进入最后一个动作，仰卧起坐，扭转，两手合拢，往另一侧扭转吐气。坚持最后的五秒，三、二、一，恭喜你完成今天的训练，为今天的自己感到非常的骄傲。有时间的话，跟着我来做最后简单的收操吧。我们先抱着膝，左右的扭动一下，让我们的脊椎放松。接着用我们的一脚跨过另外一脚的膝盖，一手穿过去，抱着我们的腿左右晃动。换另外一脚来进行。
接下来给我一个低弓步，两手先向上的伸展，接着做前弯，屁股往后坐，会感觉到大腿后侧的放松。换另外一边来进行，先做伸展，大口的吸气，吐气的时候顺势做个前弯，让我们的头靠近我们的脚。接着两手一推，脚跟着地，来到下犬式，肚子收紧，并让左右脚轮流的动一动。最后上犬式，让腹部放松一下。回到婴儿式，大口的吸气吐气，30分钟的训练让我畅汗淋漓，而且上下半身都有好好的锻炼到的感觉。如果能挑战成功的话，给你一个大赞，在下面记得留言打卡跟我分享你的心得，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